洪泰道受灾是自来自瓦近台湾，台南、宜兰各管区嘛拢准备要应对措施。屏东往回小琉球的船，明仔载甲后日拢停驶，居民是拢真要紧要囤紧急物资。高雄的山区嘛已经掌握3000外个安置对象的名单。啊，那台南码头的文旦八月都要采收啊，最近长咧大，煞拄上洪泰，农民无法度提早收成，干那会当加强损失，希望会当平安躲过洪泰。渔民开始前置作业，把他们自己的船吊起来。渔民甲渔船吊上岸，就是惊讲受到所在洪泰损等。嘛，因为洪泰的关系，拜三拜四，屏东东港往回小琉球的船班拢先暂停。半日早起，船啊都无用力，再游客回停，含倒来所需要的物资。怕大家都一窝蜂，然后赶不上。对，所以就想说提早回来。洪泰愈来愈旺，高雄的海洋 party 伫咧流行音乐中心等等的所在，有空上会超过5层楼高的充气装置，下仔也嘛先甲空气排好空，按算7月底再个重新点起。那这三支会分别来做泄气以及做平台的稳固加强的作业。高雄山区嘛是洪灾的重点，目前确定有3000多位民众，若有状况就要随时撤离。在山区的部分还是这次预估的雨量最新。可能会高达700毫米，那有3195位左右的保全对象。另外，伫咧台南码头有提早开会截止的文旦，按算8月中要开始采收，都惊讲受到洪泰的影响，农民是紧加强固定果子场和检查排水系统，因为即卖文旦也未够分，所以农民嘛无法度提早采收。比较重，所以它会有一些比较接触地面的部分，所以。即使说，因为今天有台风进来或没有的话，其实我们都会需要把它加固以及吊高的作业。农民讲，文旦本身就较重，普通时啊，就拢会做固定措施。但是今麦拄着洪灾，所以就搁加强果子园的排水系统，希望会当把伤害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